前腿虚的，我要变了，我要变，我这个腿，好，这个腿，你不能用跳的哦，好，就是在这边，拉起来，我听到了，晓得吗？对，练习重心腿可以拉。这很难，而且这很奇怪。听不懂？这很难吧？很难。武术的胜败就在这一点点东西上面。武术的胜败有时候就在这一点点东西上面。好，所以我们前进的时候也是重心腿拿起来，伸张到重心。前进不是重心在后面吗？对，重心停在这个地方。对啊，你是撑裆啊，拿起来这样落。对，就撑裆力量带动，再拿重心的地方，是这样吗？这不是重心腿啊，重心腿是这个啊。对啊，我的意思就是说撑裆之后带重心腿前进，是这样子。对啊，是啊。OK， 好。所以重心腿是整个柱子把它搬过来，而不是走。所以我们现在一般人都变成前面的脚在前面。对。要不懂？啊，所以胜负的 timing， 我说那个 timing 就是那一瞬间。我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我如果这一拳这样打啊，我的重心腿是不是在这边？对啊。接下来照说，如果他反击的话，我要移动，我必须把重心移过来，再来做动作，这就变成了一二。对，不是，我们是这个大这边，又进来了，搭这个，你看这个腿在这边，他一反击，我这个腿你看，一拉起来。那个时间就差了一点点，听不懂？好，那就是为什么很多功是一定要练，不能照你的习惯。人的习惯都是重心腿要移动，换重心再移动。我前进也是，我全部重心腿在这边，我前进也是在练重心腿移动啊，后退也在练重心移动啊。是啊，哦，对啊。然后其实前进后退是没有差异的，没有差异啊，方向一样的。对啊，在做同一件事情呢。对啊，我前进后退是一直被自己脑袋极限住了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我只不过把前脚摆大了，你看我前进，我没有在前进，我是把我把胯打开而已。不是，是这两个。对，拔河嘛，对，拔河前面的赢就往前嘛，对，后面的赢就往后嘛。我全部都在我这个桩的前后，我竟然说移动中心，不是只有后在移动中心的，我的天哪！对呀、啊，听不懂？啊，啊，我这时候真的太，绝对打死都想不到那个。啊，我刚开始想了一半，我后退用中心腿，我以前进我也是，听不懂？去练习重心腿能够提起来，重心腿能变化。所以老师那个阴阳掌为什么是变正的变化是最重要的？对啊，对。那个、那需要练到什么三级？三级会再提重心腿？只有先提胯，先练习提胯。所以八卦最重要是要抽这个胯。对，不是我这样子，重心腿这样子练是很累，然后去，不是，停，已经重心在这里了，停，那个这样子，重心腿提起来，要说单脚怎么提啊？就是要提啊，正脚就是这样子啊，我是这样，我这个脚悬空了，这个脚在这里面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我要换这个步。而不是跳，是把它抽起来，
看不懂，抽起来在空中转落地。那他们很会跑，很会又跑，那这个动作是什么样的？啊，他正脚正是哪？那也许就是一般发音的那种是比较偏啊。第一个是要换嘛，第一个是要换方向嘛。我现在的方向在这里，人家忽然从那来，我没有时间做这个啊，我没有时间做这个啊。所以我在这个地方的时候，马上变成两招，这形成一个正。这就是重心脚，他认为是正，他认为是正。都要重心脚，那这个也是一样，或者说我是一个下坠镜，我一个下坠镜，我从这个腿换到这个腿要进嘛？对，我这腿要进的还没落地哦，还没落地，忽然啪，这也是一个正，看不懂。你落地如果这样子，你这样子就比较小。你为什么要正？你如果是这个样子，你不需要正，你就这样落就好，好了嘛。问题是说我的劲要换，我的劲要从这个劲换成另外一个劲。所以当我这个脚要落一提，要落一瞬间，换了，这个换了。哦，这样吗？他其实他分解，他其实分解成好几个道理。他只换了一只脚，我用那只脚的重心，我瞬间就要去动作某个东西。我的动作在空中完成。是我其实第二个对比换脚的对比，是我没有非常的理解，没有非常理解。那我在想什么问题？看，通常是蚕丝了。我如果是这样拿你，力量是这个样子，它不够，是不是？你很强，它不够。我的力量是什么？我做慢，我做轻一点。是不是不一样？看不懂啊？还有刚才跟你们讲的用那个腿，我如果这个手一搭，我要用这个脚踹它。我如果是一二，不行了。练可以这样练，用不可以这样用。所以我这个手一切的时候，这里就上，那就坏了。看到没有？造成了正脚。正脚不是你去正，你干嘛要正？我为什么要正啊？只是重心换了。是我换了以后，那个我的重心啪落下来，落。它是一个坠，它是一个沉坠性。对。看不懂？重心腿一定要能够动。好。我接问你，我在问你哪里？前面第一个我懂，后面第二个换脚蹦我也懂，可是第二个换脚的正脚哦，他只是重心转到这边，然后能做其他事情。正脚跟重心转到重心，这只脚跟什么关系？可是我一瞬间我改变的方向啦、啊。那是改变的重心，你改变的方向，这只脚不需要动，你僵住了，你现在动是才能让脚出去了。那这两者有什么关系？看你这个手要做什么事啊？怎么说呢？比如说，我们泡水里面有一个招，很有趣的，它是泰山压底。泰山压底下面打这个，你刚好。哦，对对对，那么远吗？好，你来哦。泰山压底，然后霸王横走嘛。对。好，我打到你这个，你那边一拦。或者一什么？对。好，我现在要用这个手来打你。对。因为我这个手在这边拦着。对。我要打你，我如果是用这个打，太慢了。对对对。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呢是什么？到这边把手在这里是不是？手在这里。对。哦。这样打。是啊，我这个跟敲脚那个是一样。幻境是一样的，只是说，你看这个打在这里，对对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对。好，我这个打泰山压底过来，棒，对对，这个好，他这个手拦了，对，更好，我这个肘要进了，这个肘进是我在这边一幻境就打进来，一有没有？
再来，我如果用什么，我用这个，这样就不行了。对对对，就老师就会有瞬间有通掉的。看不懂，所以我是这个八这一打，他这边一来就进来。哦，对，就是这个。嗯，啊，很多地方真正在打人是用这种，你知道他的 timing 变了。timing 变了，有没有？这是一个 timing， 哒哒哒哒。对哦，嗯，能不懂？突然过去了，晓得吗？所以不是我的走过，不是我的走过去哦，不是我的走过去哦，是我的走没动哦，是我的身体过去了。走没动，看不懂。正脚的功能之一是这个。这样也，它也只是，它就换一个重心讲，它可能正脚它完全控制就不到那些功能。还有下，所以刚刚就是下一个功能。你只要会换，你可以任何时候都可以换。看不懂，我可以打这个，我可以打这个啪，哦，对，我是不是可以再打这个？对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对，没有错。你只要会马上改变你的那个重心，我听懂，你的招式就一直在变。我听懂，看不懂就没有过度，没有过度招式。看不懂啊？啊？对啊，这叫装的概念。好了吗？所以会改变节奏很重要，可是你怎么改变？你怎么改变节奏？如果用的都是一样的，你怎么改变？啊？是不是？对，谁都会觉得。对啊，谁会觉得这动作很快？对，你看我如果是这样一拳，我如果是这样发，不是这一拳，好，这一拳下来，我的手一走发是打这个，是这样的哈，这个节奏是这个样子是吧？是发，对啊，好，我如果是这个的话，干，对，我是用这个。看不懂，打人是这样打，看不懂。练拳是这样练啊，练拳是一、二、三，没有用嘛？这怎么会有用呢？这怎么会有用呢？你是一只手，人家两只手，你怎么能打到他？重点不在这边，重点在这边。重点在这里。对，听不懂。爸，我很习惯这种东西，懂吗？啊？我很习惯在这种情况下跟人家互殴，你知道吗？